如果你點解用咁多功呢？你好似你咁樣拉，有咩唔好啊？唔係音準，逢係呢啲重複嘅音咧，最唔好就俾人聽得出你拉嘅係落弓同上弓。你而家係落嘅好重，上嘅好輕。基本要做嘅就係落同上嘅弓要一樣咁多，你唔可以落弓多過上弓啦，或者落弓大力過上弓，你咁樣一定唔會平均嘅。每一組嘅第一個音，你唔係想俾人聽到呢樣嘢係咪？你想俾人聽到係。你係想俾人聽到嗰個旋律，同埋你知唔知點解？另一樣嘢，你睇下你支弓而家喺邊個位置？呢啲頭先都想講好耐。你支弓咧喺呢一個地方咧，佢唔會做到平均嘅，因為太近下半弓。你喺太近下半弓嘅時候，好自然咧，你嘅落弓就會強過上弓。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啲平均嘅音色嘅時候，你支弓要喺中弓，甚至偏向上半弓，唔使好多弓噶。如果你點解用咁多弓呢？在中弓上少少，每一個半拍用好少弓嘅啫。